加派兵的也表。 大家好，今天是2月26日，星期一，欢迎观看我们的新闻。发生溧水火灾已经过了20天，这对外国人的打击非常大。作为一致工人，不一定什么时候还会发生像这次一样的惨案。国民收入为20000美元的韩国，对人权的保障究竟是达到什么程度呢？下面播报新闻。 2月25日下午2点，在汉城站广场举行了对溧水火灾事件的大规模示威。这次示威也有被害者家属亲自来到汉城诉说冤情。火灾发生后，韩国政府并没有得到家属的允许就验尸，并且给负伤的人员戴上手铐，给需要得到精神安定的彝族工人带到其他保护所做出难以理解的事情。 参加示威的彝族工人及韩国人表示，这次溧水事件深刻体现了全体未登陆彝族工人的人权问题，强烈要求改善彝族工人的人权问题。此事至下午，在汉城政府综合大厅举办了由民主劳动党主办的有关溧水彝族工人火灾惨案的记者招待会。 23日，在汉城 Place 中心举办了由彝族劳助和彝族工人共同体主办的记者招待会。这次招待会由尼泊尔、孟加拉、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国同胞老人会等共同体一起参加，首次说出彝族工人自身对保护所惨案的心声。记者招待会结束后，参加人员喊出口号，要求韩国政府公开火灾惨案的全过程及真相，惩罚有关负责人。 释放因溧水火灾受害的人员，终止非人类的强制驱逐及对未登陆彝族工人的全面合法化，并且要求撤销反人权的保护。以在外同胞为对象的访问就业制从3月4日开始实行。若实行访问就业制度，高丽等、高丽人等在外同胞在5年期间可以自由出入韩国，并且最长3年。 在允许的就业范围内自由地寻找工作，这对没有亲属或没有国籍而不能入国的同胞带来了机会，而且带来更多就业的机会。但是在这些同胞中，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人需要通过韩国教育评价委员会实行的韩国语能力考试，达到规定分数，在合格人当中选拔人员。 在 GIX 国家生活的同胞不需要韩国语考试，由法务部随机抽出。另一方面，法务部表示，韩国语考试9月份才实行，事实上等于访问就业制要延期6个月才能实施。15日，市民团体要求韩国政府撤销韩国语考试。市民团体指出，凭借韩国语考试，诈骗行为不断增加，很多在外同胞受骗上当，希望韩国政府尽早做出比较完善的管理系统。 从蒙古来的彝族工人不需要交国民年金。韩国政府和蒙古政府去年5月签订保险费免交协定，从3月1日开始生效。蒙古彝族工人只需交纳本国的国民保险费，不需要加入韩国的国民年金。除蒙古以外，与韩国签订社会保障协定的其他国家都不需要加入韩国的国民年金。 韩国福祉中心预定在今年与印度尼西亚及斯里兰卡、泰国等国家签订社会保障协定。25日是菲律宾市民反对独裁者马尔库斯运动的25周年纪念日，但菲律宾至今还不断发生许多言论人活动家被杀害的事件。为谴责这些事件，23日在菲律宾大使馆召开了由市民团体和菲律宾共同体主办的记者招待会。 市民团体表示，自阿鲁耀总统任期5年期间，有800多名被杀、200多名失踪等镇压人权的事件不断发生。他们向菲律宾政府要求履行与菲律宾共产党及穆斯林团体签订的和平协议和实施终止杀害政治人的对策。 13日，反对美军基地扩张转移的京畿道平泽大邱里居民和政府间达成协议。3月13日。
居民们若没有特殊情况将离开本村。居民们反对自己居住的地方作为战争基地，与国防部对峙四年之久，终于达成协议。从2008年民法规定撤销父姓主义原则，父姓主义原则内容有子女要跟随父姓，在特殊情况下跟随母姓。内容看起来很平等，事实上因为社会风气，要跟随母姓并不容易，希望删除此原则后能够自由地选择父母的姓。临近大选，韩国党内议论纷纷。前任汉城市市长李明博的秘书金友灿表示，李市长违反了1996年选举法的事件被暴露后，支持率不断下跌。前任代表朴金惠表示，竞选方式要遵循现行规定，只是时间要延期至9月。从韩国起飞的所有国际航班不许带入液体等物质。6日，韩国政府表示，根据国际航班机构禁止带入液体及烟雾剂登机，携带的液体必须放进100毫米以下的容器里，并且液体容器必须放在塑料制成的透明袋里。19日，印度至巴基斯坦的特快列车发生特大爆炸事件，66名死亡，30多名受伤。印度政府怀疑此事件是反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和平的恐怖分子造成的。第二天，在缅甸的公共汽车上也发生爆炸事件。自从印度和缅甸政府一起攻击反政府武装势力后，此类似爆炸事件不断发生。无条件听从美国指示的布莱尔总理终于反对布什。21日，布莱尔表示把7100名驻兵减少至5500名，随着英国撤军，其他派兵国也准备撤军。在美国内部，对布什总统增加派兵的决定也表示不满，布什想把舆论转向伊朗。美国表示，伊朗若继续推进农集油等核开发计划，美国将积极对应。美国切里夫副总统说，美国为了阻止伊朗开发核武器将竭尽最大的努力，他没有排除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汉城东大门区为移住工人的子女免费诊疗，检查结果若有疾病可以与多益天使医院联系免费治疗，并且给移住工人发放预疗结核病的保健教育手册。其他免费诊疗医院还有在汉城地区的国立医疗院、汉城红十字医院、汉城医疗院、外国人劳动者医院、多益天使医院等五所医院。韩国的黄沙天气即将来临，今年春天的黄沙要比往年多，请做好黄沙安全。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本次新闻可在网站 www.mwtv.or.kr 重新观看。谢谢观看，再见。